เรื่องเดี๋ยวรู้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那个吉祥手应该堵住了。哎，打哈嘞，鬼故事啊！其实，好，先介绍我自己好了。你们好，我的名字叫做余文秀。我曾经是台湾的木兰姑娘，在去年的时候退伍了。我今天是那个被宪兵抓的那个风险过来的，就穿这个样子。可以帮我借一下外套？我的荣幸。没有摘衣服。因为就稍微就是有些就是自己买就买这一套而已。然后今天就是我真的太爱唱歌，所以我决定卸下我的军服。哇！然后脱光，不宜。然后我决定脱下这身军服，用我最赤裸的梦想和他在见面。曾经为了理想就是当空军，那今天我是为了我的梦想而站在这里。然后今天我希望我可以唱的每一首歌，让大家一起穿梭到，就是可以，我们可以一起怀念。今天不管我们今天是今天是初次见面，还是已经见到已经快要腻的朋友，那我都希望就是你们都会喜欢。然后我们都是因为喜欢音乐而在这边相聚。你可以介绍他。然后今天我所带的歌曲就是，请大家仔细听，我会用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讨论一下。那几张啊？对啊，有一点真是的，我刚经过了八罐高粱，我不到底。然后接下来我将要说就是一位女孩的故事。那这故事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，曾经说好要在一起一辈子的我们，为何到最后都在等待对方说分开的理由？记得那些承诺，记得那些时光，记得第一次相遇，记得我们都就算记得，也成了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秘密。这首歌，记得。爱只要钢琴一下，因为刚刚上一场是吴正杰，他其实有点害怕。也给爱掌声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会不会有以后？
谢谢。